哎，那个，你怎么了？老板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来玩去喽，玩去喽。哟，小白。看来这个就是那个林简南啊！既然是那个女人的父亲，做不太好，那还是要假装客气一下。印堂发黑，当心有血光之灾啊！哦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我，不走。哎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啊！林夏，待会儿你们俩要是打起架来，留神屋里我那点值钱的东西啊！去吧去吧，走喽！你说什么呢？还是你聪明，离远点儿啊！说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怕这个女人？既不是天兵，也不是灵武，她能把我怎么样？听说你要去南美啊？听我一句劝，别去了。你这么做无非就是要和我斗气嘛，那我现在来了，可以了吧？我行，那我先说。不是分手了吗？还来找我干嘛？哎，杨戬都告诉你了吧？我是有苦衷的。你连杨戬都告诉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是担心你有危险吗？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会有危险。那你还不走？那危险现在已经过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的宠物吗？高兴的时候就喊来，不高兴就要赶走啊？我为什么要替他解释那些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别以为你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，你这种行为已经暴露了你的内心。我的内心，你不就认为我没法跟你一起承担吗？我，你什么你？还有，就算你分手是为了我好，你编了个什么理由？我编了个什？我帮你回忆一下。我喜欢的只有你这张脸而已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林夏从头到脚除了这张脸以外，哪里比得上他？对，没错。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就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肯定是这么想的。你要不是这么想的，你怎么可能说得出这种话？我胡说八道，我白起一贯胡说八道，你们都知道的。之前都是我的错误，求你不要走。女人，等我复原的那一天，我非得让你跪下来求我不可。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问你，我和小周，你更爱哪一个？好啊，那小周和你做过的事情，我也要做。我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砍，你要跟我互砍吗？除了互砍吗？
他救过我的命，那我也要救。你现在不走就已经救我的命了。你是不是不答应？你想岔开话题是不是？难道你希望看我去死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再追一次好呗。喂，我觉得阿离说的挺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再追一次好了呀。嗯哼，嗯哼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搞定，老板，搞定了。搞定了，再追一次，再追一次。老板，不再多说了。啊，我觉得怎么从一封情书开始？封一封情书。